山泉共处，山水共生。讲紧嘅就系位于甘肃敦煌大漠入面嘅鸣沙山同月牙泉。早喺二千几年前，月牙泉已经系敦煌八景之一，四周流沙环绕，但系就唔会被沙尘掩埋，如同大漠明月，千年不变，蔚为奇观。只但系到咗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呢、这个曾经被称为千古不缺嘅泉水，却面临住消亡嘅危机。随住经济社会嘅快速发展，附近地下水资源超支，加上兴建水库，令到依靠地下水补给嘅月牙泉水位大幅下降。1985年嘅时候，平均水深由1960年代嘅8米降至到得翻0.8米。1986年开始，当地政府曾经对月牙泉进行多次调查同抢救，但系效果都唔理想。直到2011年，当局就敦煌水资源利用同保护提出八大工程，月牙泉保水规划工程就系其中之一，主要包括限制地下水开采，以及喺附近嘅挡河入面修建12个渗水池，模拟月牙泉嘅原始地下水补给环境，为月牙泉做一个人工水源。由2018年完工至到2021年。保水工程令月牙泉的平均水深由1.35米上升到1.6米左右，未来有望逐步回升至2米。随着中国对环境保护日益重视，相信这轮敦煌明月终将恢复昔日风采。